欧阳娜娜和男主角高伟光手持三炷香虔诚膜拜，这是欧阳娜娜的新戏《永安梦》的开镜仪式。对于要演古装剧，欧阳娜娜非常兴奋，拍照的时候还不断跟工作人员开玩笑。不过现在却传出开镜仪式的背板，什么竟然是盗图。一名网友在微博发文说，背景板不要用我的图还二改，谢谢。网友就笑说，最近台湾也流行卤肉饭盗图，怎么两岸都是一个模样？剧组发现出包了，负责人马上发文道歉。由于美术组的工作人员疏忽，未经原画作者授权，不但要公开道歉，还会负责赔偿。欧阳娜娜也算很衰，演个戏也会扫到台风尾，变成了盗图艺人。东旋大中心在台北报道。